炸咯！我而家有少要將所有嘅肉要縮曬入啲骨入面咁樣嘅感覺。前面未食過嘢啊？未啊，唔敢食啊！但有個肚仔出嚟唔係咁好。是的是的，我本身有另一套的，但是这套因为 Dua Lipa 穿过嘛，那我当然要穿他穿过的东西，还有因为这个是他的 special collection 嘛。代表光明说不吃东西不行，或者觉得要怎样太 sexy 啊？没有，我不知道有这套。我知道，我也有讲过的，这样咯，是的。他 OK 的，他是很 open 的嘛，我们。最近啊，哦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啱啱就同雜誌就一起合作咗，影咗輯相啦。咁就係佢哋35周年嘅，咁好開心就係佢真係用一個即係、就是、我一個舞者嘅身份去邀請我做呢一個嘅特別 project 咁樣，所以好開心。有嘅，即係好似有時即係做呢行做耐咗咧，會唔見咗自己啦。即係啊，有時就會啊覺得我做緊乜嘢啊，或者我有咩可以貢獻俾呢個社會啊咁樣。咁但係睇翻造星嘅時候，就好似攞翻嗰團火，即係覺得誒、哎，其實唔需要諗咁多，繼續做自己想做嘅嘢，或者想表達嘅 message 咪得咯咁。系，系咪都系一齐庆祝过万啊？食餐饭咯，巡礼。催婚啊嘛，啲好多 fans。OK 啦 ，OK 啦，唔系嘅。食多咗，零次食得垃圾。系咩？同我讲嘅咩？我唔知喎。你有听噶嘛？收鬼多。有，咁但系歌词唔系佢有份作噶嘛？系咪先？佢嘅意思咧，可能系。可能系咧。等下。唔知啊，而家暫時大家我諗都係工作為先啦，因為佢都係叫做啱啱即係啱啱上咗軌道，咁大家都希望大家事業穩定啲，跟住先諗下一個 set 咁樣。有嘅，有睇到嘅，即係我都有自己反思一下，到底係。咩一回事啦，咁但係我諗係有啲嘢誇張咗、誇大咗啫。即係我自己就我係有禮貌嘅，咁嗰個所謂嘅遲到都係我哋誇張咗件事，然後我哋都有 say sorry 嘅，就喺個片入面其實有已經講咗 sorry 咁樣咯。冇嘅，咁 bad news is good news 啦，我只可以咁樣諗啦，即係有新聞咪即係有人睇你，咁你有一個價值喺度咯。咁只不過到底係唔係要用呢一樣嘢嚟做新聞咧？咁呢個就係我自己要諗翻嘅嘢咯。係有冇話之後拍片嗰啲都有啲顧忌咁樣咧？拍片嘅顧忌啊，又冇咩嘅，因為。大家太多呢個想像力啊！即係好似做咩，你都一定會有人可能會話你或者讚你。咁與其去諗咁多聲音，不如真係拍一啲自己想 share 俾大家睇嘅嘢去拍咁樣咯。唔會因為做鏡仔嘅女朋友真係特別大壓力，多啲注即係集中力光咁樣。唔會啊，冇人睇我噶。講笑啫，唔係咁我自己都做呢行，咁我會明白呢樣嘢嘛，係啦咁樣，所以冇話特別即係好大壓力，因為係佢嘅女朋友定係點樣？但之後會唔會真係未必係情侶檔拍多啲 vlog 啊咁樣啊？再唔知咧，唔知大家想唔想睇咧？想睇都可以拍多少少嘅。誒呢啲全香港所有男人都係咁樣噶啦，關笑啫，係。或者你拍啲整蠱聲啲或者點樣啲片咁樣。唔會啊，佢整蠱我多啲。Thank you.